秀场播报90秒，与你一起赶新潮。Hello， 腾讯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Into One 周柯宇。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5场值得看的品牌大秀。首先不得不提到 Giorgio Armani， 他在平衡时髦格调的同时，还能捕捉优雅空间流动的魅力，而且模特也都非常优秀哦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北京时间12点在线观看。第二个品牌 Marni 也不要错过，他家的风琴包就算你没有入手过，也在众多明星的身上见过吧。他家的包包配色太好看了。北京时间15点30，新一季单品，看看哪个颜色的包包更能俘获你的心吧。Anna Kiki 是 Anna Yang 杨子2012年创立的个人设计师品牌，酷趣、3D、解构、不对称等是品牌的设计特点，让时装之美变成一个世界的结合体。北京时间18点30，看看国内设计师叱咤米兰。不得不说，用鬼冢虎可以穿出 Athlo 的高级运动。北京时间19点，来看鬼冢虎的大秀吧。最后要推荐的是 D Square， 品牌有着叛逆、性感、不羁等代名词。今年春夏系列也是一如既往的精彩。北京时间20点，看看 D Square 又带来什么样的新元素。